今個勞動節長週末，多倫多市中心有多個活動舉辦，包括航空展同埋街頭藝術節等。張國業講下。暑假結束前最後一個長週末，意味住年度加拿大國際航空展又到了。適逢今年75周年，加軍雪鳥隊和英國皇家空軍特技飛行隊紅箭隊將會亮相表演。多倫多國際街頭藝人節同樣在今個週末重返 Woodby 公園為市民獻技。另一個在北約克舉行的 TU 爵士音樂節亦都一樣精彩。由本地華人表演藝術協會主辦的多倫多龍節會在 Nathan Phillips 廣場舉辦。美食方面，圣劳伦斯市场将会举办加勒比海美食节，长周末期间，酒铺、银行和政府部门关闭，TTC和高 transit 将会按照假日时间表行驶。